天傍晚6:30，网络上出现冒充银行的电子邮件，企图骗取客户的个人资料。两名人文科教师教学有方，从200多人中脱颖而出，获得卓越青年教师奖。5G班让一辆货车被人敲破玻璃，总值1000多元的铜管电线不翼而飞。观众朋友，傍晚好，欢迎收看7月11号的狮城6:30。先来关心本地的消息。充满激情但不脱离实际，充满理想又不失创意，本地两位中学老师获得了国家青年理事会颁发的卓越青年教师表。